今天我用院子里两样简单的东西插花。第一样东西女贞叶，女贞也叫 wax leaf private， 或者是叫 wax leaf ligustrum。第二样东西 zinnia 白日菊。大家好，我叫三三，这是一个园艺和 DIY 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。没有用的玻璃瓶不要扔掉，用草绳绑一下，点缀一下后，便是一个好看的小花瓶。插一些自己种的花草，既可以送人，也可以自己使用。花和叶子搭配一下，尽量把它们排成一个半圆形。家里正好有一些满天星，那我就加上去，点缀一下。插好以后，这些花可以放在餐桌上，简简单单却温馨浪漫，一顿晚餐顿时增色不少。相信我，别看平时老公孩子都是大大咧咧，似乎不在乎这些东西，但是一旦当你准备好后，他们的心可以被立刻就融化。有了这些点缀，生活不知不觉中就多了一份色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